我的出发点的作品是从墨开始，白纸、黑墨，就是中国的传统画，就是纸和线，就是黑色的纸和白色的纸裁过以后，按照我的线条裁过以后，缝在一起，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，有各种各样的山水，一个园林出现。 从园林中居然出现了这些蝴蝶，我叫它们蝴蝶，但是很抽象的，它就是从纸和线一直在演变，无穷无尽的变化，就是这个作品我给予它，给予 MGM， 给予澳门的人民这边，希望他们能够欣赏。我是把这些建筑的一些结构啊，是去替换古代山水里面的一些树枝。 或者古代树木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基本上我是用这些东西来做了一些置换，就是或者是说我自己也被自己这个作品给震慑到了。